想住点，我在家住点，还可不嘛呀？啊，我们出门也有点干嘛？我把我们出，我们上外的，把一住完，这电话，我们干了蛮多转，真正想住的，但是可嘛呀？阿妈了，就用两支火焰呀，这些，安装了吧？还是装开？啊，我也敢说他，那个几个人，共商量的，把你，眼看嘛，啊，兄弟，你那嘛，你那个人，共商量的，把你，你那人做出来，敢骗那里，啊，然后就一个借口，嘛呀，啊，出来就真的很熟练，可多，还共商量的，把你出嘛，出完，又把银行账，又出银行。把这房那么，那么房源，就涨，不涨，它肯定在炒。阿妈说，就阿妈吃饭呢，不嘛吃饭呢，那个时候，同学嘛也非常看，我一看嘛，啊，兄弟们嘛，啊，用我一份钱包些人们，啊，用我一份做饭的包，好像没有人来那里去捐款。原来军呢很混，还有方导演其他，但是呀，就只有做那，啊，你把人家那的，我给那点不起，啊，都很热切，都不知道那老东西啊，也不当干什么什么，那嘿，人家军去看下岗看，阿凡多。还是我们那晚的俺们人不干，上去把车门张开，啊，咱们到云，啊干啊干什么呀？上去把车门开，啊啊就啊，那那要我们看，咱们到云啊，他看见啊真的感觉多嘛。不知道像这种空间无聊然后跟那去那样啊这样没事就是这种人来做的你就是可不按照那看那可以干啊妈说就是可见我买卖的可见感觉就是这样咱们可见啊妈你帮阿姨混那种蒙手的呀这点砖啊，上次过来你这个手机就装了，买了一副改了蛮多。这点砖，中卡，啊，土个，还住在那个赵公江去，啊，王人当老人家就骗起来啊。这个包砖，啊，做那个都在个有点那个用用看。啊，搞不容易，他们呀，那个比有种子啊，反正想找到有人干事啊，啊，或者些，没做嘛了嘛，有点挣钱嘛，啊，啊，我们家反正你看，啊，那个生意叫人干事啊，人家就往里卖肉，他就，那就很多这个生产。专门的人啊，反正农村做那些干部，把村干上一个班，干部也是一个很说的呀。专啊，你这个啊，不管哪庄呢，只要你愿意的，你愿意去也看，把钱给我们了，干出来多了，真的是工，忙起来了。就来看，就来看。你手机就在上看，空的真，空的真好大，而且这不，而且我不让俺呀干那个嘞，我让俺这边呀，这边不不住，就来这边看，啊，就是嘛，马上人来，马上人去，啊，你看不了看，可是没嘛呀。阿妈的车也没有那个，我买今年没有那个的，哎，妈那个人了，阿弟啊，这点砖，阿红卡，阿妈啊，还没阿红，阿几个张啊，阿肥人，
我包上去，把这成了吧。这老师那点也不错啊，就是就是他妈那手里，啊他啥那手里啊你呀，就算就来他不上的，把他染费啊人，就给他染费捐了啥那天，捐了。他老想他那个张家，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那把这个不要事，啊，第二天你不做，那他就说什么声音啊啊怎样？就说啊怎么他们说是啊怎么出人人啊？现在说啊共产党看你就是出了些苦嘛天，共产党他们那。阿妈老就看见那个中间那混蛋，怎么他阿穿咩子阿子扎了咩子包，就把他抓了哇！就算我家人咩人张娟，老百姓他那个想阿子啊，就算中间人咩啊，就是根本不能就不可干，我个村里。阿种菜，像他那行长路，我告诉你种菜，阿娘打算没那么难啊，阿个阿德山的那个有我们那有他，土下他阿个人家的门，就是阿种菜怎么就难看阿有来了哇？有妈咪现阿有阿种菜怎么就办？那天你瞅啥？就说那你种菜有这个老汉子似的，马上俺有兄弟，那去了，俺马上要种菜，俺只种啥一个阿妹，阿娟，阿种菜人没啊？有六天，俺那么少六个天做饭，阿种菜有一种熬炒鱼，阿瞅哈就说是吧？给你种菜，俺能看，能看把马上能看成用了吧？就讲究，讲究不就用，也阿妈就用那里啊。